今天跟老爸上山去采一种野菜，走了，给你们看一下大山里面，大山里面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我们就去采那种野花，白色的这一种，这一种野花，你们有没有吃过的？走了，这个就是我们山里的野花，特别好吃，我们多采点回去，都已经开了。这小开开就好吃了。这个花挺好吃的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，就吃的它的这个花瓣，我们看一下。你看你，你看你。我上树去多采一点。就是它这个花，把它采下来，你们看一下，你们看一下这个花，特别香，也很好吃。老爸也在上面采，我们采点回去。这是跟老爸今天的收获，你们有吃过这种花的吗？我们回家开做，我们叫玉荷花啊，这个花特别好吃，炒韭菜也好吃。凉拌也行，但是要煮了以后才能凉拌。给我吃的孤单，这一孤单都够吃好几顿了，特别好吃这个。走了，回家了。